小朋友早安，你们今天大家看起来都很有精神啊、很好，老师现在要来点。今天有谁有上课？阿金还没有进来哟、哦。OK， 今天都有哦。Louis 还没有进来。没有，然后了，没有上课。对呀、啊，等一下没有来。David 也是没有哦。OK， 哎，这些人都有上课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学什么？我们来看。我们今天要学。要学。好。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？交通设施。OK， 你们知道什么是交通设施吗？有谁知道什么是交通设施啊？嗯嗯，应该是要交通设施哦，哎，就是。哎，那帮助我们维持交通秩序，哎，帮助我们可以在路上安全哦，保护我们安全哦。哎，警察，交通设施，而、哦、不是人哦，人不是交通设施哦，是那些东西哦。哎，啊，是那些东西给我们在路上能够安全的哦，帮助我们啊，给我们注意安全啊，啊那些啊，给我们保持。路上的秩序啊，那些叫交通设施。好，你们还听不明白不用紧，我们来看有什么是交通设施。嗯，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路灯。路灯啊、哦，路灯也是交通设施的一种。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看到地上。是给我们看到前面的路哦，啊、哦，也给那些车看到，哎。有路人在过马路哦，哎，所以要小心哦，哦，啊，路灯啊，给我们看得清楚前面哦。晚上的时候啊、哦，特别是晚上的时候。为什么车这样像水呀、啊？哦，因为它拍得很快哦，它加快了那个图片的那个速度哦。车来了，车的灯啊、哦。OK， 这些是路灯哦，那、啊、晚上的时候需要有路灯来。道光哦，给我们的路上看得清楚。那边有一个圆圆的东西吗？如果没有路灯会怎样？没有路灯，有可能会撞车。有可能会撞车哦。有可能会撞车，看不到、哦、人没有晚上没有路灯，人也很难哦，过马路很难行走哦，在路上行走，哦、所以有路灯。哎，路灯有黄色的哦，有黄色路灯，白色路灯。哦，知道了，红绿灯。哎，这是路灯，不是红绿灯哦，红绿灯又是另外一种。OK， 你们知道除了白色的路灯，还有黄色的路灯，还有什么路灯？还有什么颜色的？蓝色的。蓝色的哦，蓝色的路灯在哪里可以看到蓝色路灯？你们知道吗？太棒了！在日本啊，日本有蓝色的路灯哦，日本有蓝色的路灯。你们知道蓝色的路灯有什么用途吗？啊，为什么他不要用白色，也不要用黄色？为什么日本人要用蓝色？为什么要蓝色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特别哦？因为蓝色的路灯哦，我们看见我们人会冷静下来哦。他给我们心里安静下来，给我们冷静下来哦。这样呢，有些人哦，他晚上想做坏事的时候啊，或者他想偷东西的时候哦，他看到蓝色的路灯，哎，他会冷静下来，不会这么冲动要去做坏事啊。
蓝色的路灯可以给我们冷静下来。哦，有些人哦，他到了晚上哦，他很伤心哦，他想要自杀，他想要死，他想要死哦。不过他看到蓝色的路灯，哎，他会冷静下来啊，他就不会想去做那些不好的事哦。哦，蓝色的灯可以给我们冷静下来的啊。啊，我们情绪不好，我们看到蓝色灯，我们会啊情绪会比较好下来哦。所以蓝色的路灯很好用哦。OK， 我们再来看这个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一条线一条线的，马路上一条线一条线的白色线什么来着？不知道。斑马线哦，这个叫斑马线。啊，路上那个白色一条一条线哦，那个叫斑马线哦，好像 zebra 的线纹一样哦。哎，所以叫它斑马线。斑马线是做什么用的？不知道，是那种车。不懂。你看那些车哦，他看到斑马线，他做什么？停下。停下来哦，停下来哦。哎，斑马线是给我们安全的过马路的哦。哎，还。看到斑马线就要车要停下来。好，我们看看有什么样的斑马线。那个叫做斑马线，啊，有十条哦，有十条哦，斑马线哦，十条斑马线，十条哎，十条啊，还有十条的斑马线，可爱哦，十条的斑马线，还有没有斑马线？我们再看，哇，有 rainbow color 的斑马线哦。哇！哇哈哈 ！Rainbow color 斑马线，还有。严老师，我们还有别的斑马线吗？还有没有斑马线？这个像什么？像什么？手在弹什么？手在弹。钢琴。钢琴哦，金阳最喜欢。我还有看过有一个。地方还有一个斑马线很美丽的，我们然后就会有一个斑马线哦。嗯，还有什么斑马线？你看这个，我还不知道。写着什么？You， 写着 I love you 哦，我爱你哦。有一个它哦，很美丽的。哎，斑马线是。那个斑马线，安全过马路，它会有一首歌出来。歌啊、哦，有些很特别的。那个你知道是哪里吗？还有一种这种斑马线，你看，中国发光哦，会发光哦，哦，因为有时候晚上太暗哦，太暗车也是看不到斑马线哦，车太暗哦，晚上太暗车也看不到斑马线，有时还会撞到人的哦，所以他们就发明出有发光的斑马线。发光的斑马线，好，我们再看哦。你过斑马线可以这样过斑马线吗？这样过斑马线对吗？要玩玩对吗？不对哦，斑马线要怎样过斑马线啊？我们走路，走路，我们要先走路。我们先要看有没有车，我们要看左边，要看右边有没有车，没有车啊，或者车停下来了，我们才可以过。哎，要向前过，不是这样子跳舞过去哦。哎，啊，看到车停下来，我们才可以过。哎，斑马线啊，就是跳舞过，可以跳舞过啊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是什么？红绿灯。红绿灯。红绿灯，哎，有横的，也有直的哦，有直的红绿灯，也有打横的红绿灯，红绿灯，红绿灯，红绿灯。那不是那个啊，那个木头人的吗？路，哎，你有看到吗？是啊，啊，如果横着不了就会死。对呀，有看哦，谁有谁知道这？谁知道啊？哇！鱿鱼游戏，鱿鱼游戏，哎呦，你们都知道哦。哎，他这个也，他这个也是讲红的绿灯哦。还有第二关，哎，他这个游戏，那个奖杯干，假如一个好哦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吃了。对，他也是讲红灯绿灯哦，他的游戏也是讲红灯绿灯
好，所以这张图就用了。好，红灯叫停，如果红灯走到黄灯，要捂着红绿灯。啊，这个只有红色和青色吧？哇，这个是给车看的，还是给路人看的？这个路人看，路人哦，哎，给人要过马路，我们就看这个灯哦。红色。反正红绿灯有三种颜色哦，红色、黄色、绿色。那个严老师，严老师，是。严老师，我还有知道他讲的是怎样讲的，他有些是讲过期呀。啊，那个等一下才讲啊，这个我们再讲黄色。像三只木头人，还有一个音是 green light， red light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 video 红绿灯。妈妈，我想去公园玩。好啊，宝贝，我们先准备过马路，再走一小段路就会到公园了。马路上面很多车子，怎么办？不怕不怕，我们只要遵守交通规则，等到绿灯亮起，没车的时候再牵着妈妈的手一起往前走就可以咯。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黄灯要小心，牵着爸妈的大手，快乐向前走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绿灯才能走，开开心心出门玩，平安回家去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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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啊，红绿灯哦，红灯是做什么？红灯代表什么？停。红灯代表停啊、哦。黄灯呢？黄灯代表什么？对，它将出去了。黄灯代表吗？看那个黄灯代表吗？停。黄灯哦，代表要小心哦，哎，要小心哦，哎。黄灯要小心啊，因为红灯就是要停了哦。黄灯，你看黄灯就知道过后要红灯了哦，我们要小心。绿灯哎，绿灯代表什么？绿灯代表行哦，可以走哦，啊，代表可以走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交通设施。嗯，这个是叫什么呀？其实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谁会读？天桥。天桥，对，这是天桥。天桥，天桥哦，啊，天桥过天桥很安全的哦，我们不需要过马路哦。哎，我们啊，可以走上面的天桥就可以安全哦，越过那个马路。耶，我们来看，你看过这样的天桥吗？你看还有这样形状哦，哦。
我看过有一个人在那个天桥。你看这天桥哦，哇，很美丽、啊。哇，那个天桥那么圆圆的。是哦，圆形哦，你看。它可以从很多地方上，很多地方下哦。哦，嗯。这个是天桥，我们看，还有各样的天桥哇！这是晚上的时候哦，一些天桥，彩虹色的，彩虹色的天桥，美丽哦。那我们姐姐，天桥，好，我们再看，哇，还有这个哦，发光的天桥，发亮的天桥，哦，这里有没有看过？亮亮的。没有哦，好了 ，OK， 我们等下才做功课哦。再老师带你们去看看，带你们去看看文德家有什么交通设施，好不好？老师带你们去改改，啊，不是这个。严老师，等一下，什么事？那个功课我已经做完了。等一下先啊，老师，等一下我才讲功课哦。好 ，OK， 老师给你看 Google Map。已经做了了。OK， 都看到地图吗？我不用做功课。都看到地图吗？看得到哦，老师带你们去文德家看看有什么交通设施。来，我们去文德家。你走，妈妈走什么呀？文德家，嗯。我等一下。啊，马来西亚，我们去看文德家在哪里？等一下，哦，文德家，我们要去文德家。嗯，我在翻。哇，怎么了？我从天空看下来。啊，嗯，文德家，我们先去 Star Mall 先。我们先去 Star Mall 啊。我这里。先去 Star Mall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 market 的，我知道啊。还有很多，对，有去过，对啊，这个是我家的那个沙漠，哎，我帮你，Mr. DIY， 然后那边有一个我弟家在那边。OK， 我们去看沙漠。我们去看沙漠啦。我还记得，哎。OK， 我们去 Star Mall， 叫 Star Mall 后面。我家 Star Mall。我喜欢。喜欢。我们走来走去。OK， 你看到什么啊 ？Star Mall 那边。我们看到 Star Mall， 要不要去我的家 ？Star Mall 那边有吗？你看有吗？那个也是。要不要去我家？我家就是这个 Star Mall。等一下呢，老师按错了哦。OK， 好，这个 Star Mall， 你看上面这个什么来呀 ？Star Mall 上面这个什么来呀？这个很美，你看，这个叫什么？上面的叫什么？天桥，你看，我们在天桥底下哦。OK， 我们在天桥底下，然后你还有看到什么？旁边的是什么？旁边有路灯，路灯啊、哦，有路灯，看到没？这地方有路灯的，路灯啊、哦。OK， 每一边都有路灯。我们要不要去边？我们要不要去 Homestay Mandaka？好，哎呀，老师你走错路了。哎，我们再回去啊、哦。嗯。对、yeah, ，我们出去。哎，我们去改改。对、yeah, ，过天桥啊，过天桥过后我们去哪里？嗯、你看到旁边很多路灯哦，哦，旁边这些都是路灯。我们再去。不要去改改。看我们去哪里？要不要我们去看美国呢？啊、哦，我们知道了你。你要去我们的打比加太阳说我们以前的事情。对。我们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去我们学校。啊。老师吗？是吗？我要去打比加太阳说。是吗？到了吗？你看
边那个。到了哦，我们的大地大撒羊谷甜心幼儿园。耶，没错了。嗯，你有了。有谁要扯？你要知道谁要扯？哇，都是打小了安迪在扯扯来的。啊，这我们幼儿园哦，你看到？哎呀，这我们幼儿园，我们要不要进去看？我们要不要进去？哦、不要了，进去你们来学校才看。好、哦，我们下去去啊！我们再去看哪里还有天桥，你们知道吗？哪里还有天桥？我知道。还有哪里有天桥？想一下，文达告哪里还有天桥？带你去看天桥。OK。哪里还有天桥？谁可以告诉我？嗯。嗯。家宝。哪里？这是哪里？哪出来呀、啊？那边，那个。那个我在家里前面那边有一个，这是哪里？这是我的家里呀、啊。不是你的家，这个哪里？这哪里？就是那边人的学校。校啊，华林中学啊、哦，你骑山出来啊、哦，你看有天桥是吧？看到天桥。我在家里坐在很后面啊。看到天桥哦，有路灯，有天桥，我们再下去看还有吗？我的姐姐在学校。哦，又有一个天桥，你看哦，我们文特讲很多天桥哦，我们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看到什么？这是我回家的路。是回家的路。OK， 我们下去看哦，天桥过了华联学校有什么？有路灯，还有吗？有吗？你看到什么？有红绿灯哦，你看有红绿灯，红绿灯，哎，红绿灯。啊，那里停灯。就是爸爸他从这边带我去到学校。到学校，我们再继续看还有吗？还有天桥吗？有吗？有哦，又有天桥哦，我们有很多天桥。对呀，我们有回家的路。我们想过哪里还有天桥？我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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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为什么要飞过？你要回去马来西亚。OK， 还有哪里？街上哪里有天桥？我们来看啊，有吗？到墩那边就有天桥了。是哪里？有一个。这是哪里？这是刚才那里啦。是哦，这是街上呀。我看到我姐姐的学校。啊、哦，一校那边呢？一校哦。我看到我姐姐学校，我姐姐就是在里面。啊、这个一校和二校哦，你的哥哥姐姐。姐姐，我姐姐我姐姐在里面，我姐姐在里面。那好，学校外面有什么来着？天桥。天桥。红绿灯，红绿灯，然后再下去就是红绿灯。那这边有一个奶茶吗？红绿灯吗？我们再看有斑马线吗？有吗？啊，有一些灯灯，很美丽哦。有一点是房子，还有就是那边哦，再过去一点就可以看到了。啊，有吗？有看到斑马线吗？有吗？第三个，有啊，有啊。看到斑马线要冲过去还是怎样？没有啊，慢慢走。车停下来哦，慢车有没有停下来？还有斑马线，斑马线，还有斑马线。要不要去哪里？要不要你带我们一起去飞到什么东西？去什么？不能啦，而且有一层那个防备哦，有啊，还有看到防备嘛。没有，可是一直没有开，开到我们都没有在玩，很险。浪费。哇！哇！浪费。
那里还有落地布兰达。红地布兰达。啊、哦，有路灯啊、哦，也看到有路灯。严老师，严老师，我进去打开那海洋咖啡馆，王菲就没有来一个。哦，没有吗？哎，那个地方是那地方是我那地方哎，那个车车。对，是哪里？这边有宠物店，这边有宠物店。台湾，然后是台湾。我们再看还有吗？很多。还有宠物店，台湾，台湾，过了台湾。我们去玩。The store。哇。这个是我妈妈以前的店。以前的店。哇塞你。你在那里应该会有我妈妈的眼镜店。去龙翔园吃东西。那边找一下，那边就会有我妈妈的。妈就是带我转这边一圈哦。我到你眼镜店。再走过去就可以看到了。哎，再次下去。OK， 看到吗？红绿灯啊！哎，下面有巴沙马拉，下面有巴沙马拉，红绿灯，下面有巴沙马拉。啊，红绿灯啊！哎，那边有火车头，火车头，那里有火车头，很久没去。哦，那里有印度饭，那里有印度饭。啊，这里也是红绿灯啊！还有 GM， 还有 GM。好，好啦，够了啦，我们够了啦，到这里了啦，下次才去 GM 啊，时间不够了。好了，待会去解散了，现在要做功课，回来做功课。好，好玩吗？好玩。解散啊！好啦，做这张啊，功课解散日期。嗯。今天是27号哦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划线零一零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们还没有好哎。哦，是十分，快点哦，9分钟吧哦。第一个是红绿灯，发现红绿灯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是路灯。二个是路灯。第三个天桥，对。第六个叫什么？最后一个。第二个马路。不是，最后一个叫斑马线。斑马线。斑马线，哎，斑马线。老师，为什么你用彩虹画的？对呀、啊。你们哥哥写的。斑马线。马线。哦 ，Rafi 跟着画线哦。第一个是红绿灯，第二是……好、哦，你们都做完了，可以涂颜色哦。等下可以涂颜色哦，这样可以涂颜色。我不喜欢涂颜色的。好好。因为涂颜色会让大人家的手酸酸。你不喜欢涂颜色啊？涂颜色啊，老师把你贴在那个课室墙壁即美丽，没有涂就不美哦。涂颜色美丽。好，我们快点做。你在哪里？那你要连着看。一个是。现在已经在脚边，每个地方都是绿灯。第二，路灯。路灯。路灯。天桥，斑马线，最后一个是斑马线，斑马线。OK， 做好了、哦。好，老师等下要给你们复习一下哦，并且都有勇气。OK， 听写哦，有听写啊、哦，这是听写的字哦，听写的字，来听写哦，星期五有听写哦，来29号啊、哦，星期五是29号，来第一个路灯，路灯，老师读路灯，第二天桥，红
绿灯，条，第三红绿灯，灯，这个题写好难画哦。等下你们就开始练习哦，在家一定要写哦，要在家自己写几次，然后星期五你就会写了。为什么每天星期四都要讲？把以前写好啊，好。我晚上要分类啊。啊，我按错了，哎呀，老师说蛮久了。晚上都过去闭。那现在老师要给你们，哎，老师要问问题哦。听得到你们的怪兽吗？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那个问题了吗？那游戏的问题。没有。妈，这个有没有？我的怪兽嘞，严老师。这个 quiz 有吗？有这个问问题的。没有。有啊、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老师现在抽名字问你问题哦。OK， 谁的名字 ？Angel，Angel。Angel 啊，回答老师的问题哦，开你的麦啊 ，Angel。开麦，你先。OK， 看你的麦啊。OK， 开啊。好。讲啊。这个问题在哪？OK， Angel， 知道吗 ？Angel。我们只看到一点半的稿。Angel 看得到什么字吗？看得到什么字吗 ？Angel， 看到一个字吧。叫什么？严老师，我们只看到一点半，两面是那个图啊。天哪！我还没讲到。OK，Angel 啊。Angel 来，你看到什么？这是什么来呀 ？Angel。叫什么？天天天什么？天之天桥是吗？这叫天桥吗？天桥对天桥哦，对啦，来点你两分。OK， 加两分 ，Angel。OK， 下一个哦。OK， 刚才我听到有人讲 ，OK， 俊阳抽到俊阳的名字，俊阳。王老师，刚才我听到我的弟弟讲，这个叫什么？是这个叫什么？俊阳。红绿灯。对了，红绿灯加两分，俊阳。耶，加两分，来老师抽名字。张雨欢抽到你名字呀。Okay, 这个是什么？路灯。路灯，对，就是路灯。OK， 答对，那你换加两分。OK， 下一个哦，我老师在抽名字。哇，赖巧圆，赖巧圆。斑马线。斑马线，对了，加两分。好，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哦。不，三个月。还有一个问题。分 ，OK， 还有一个问题哦，我给谁？这题比较难哦。我要。OK， 思琳，思琳哦，抽到思琳了。OK， 回答老师这个问题哦。为什么要有蓝色的路灯？思琳，为什么有蓝色的路灯？可以给人冷静，还是因为它很美丽，还是还要给人睡觉？还要给人冷静。嗯，对的，给人冷静啊，就不容易去做坏事啊。有些人哇，很生气啊，要去杀人哦，看到蓝色的灯就哦，就冷静下来，不去做啥事了。你看那个人都冷静下来了。哎，蓝色灯给人冷静啊。好 ，very good， 思琳有两分。哎呀哎呀，发小 ，OK， 思琳加两分 ，very good。一三，哇，对，好了，我们不够了，剩一分钟了，要拜拜，好。
啊，拜拜，好，你们去学琴弦，学琴弦，拜拜了，拜拜。